还更新了朋友圈。还有一个女儿，哎呀我天啊。这个我们再看看文字版的，好像她的婆婆发现了还劝她自首。哎呀这一家人。啊，中国新闻周刊报道，3月18日有网友爆料称，苏州一女子在杀害丈夫后藏尸冰柜多日，并使用丈夫的手机骗取公婆钱财。啊，这里他为什么总更新他这个死者的这个朋友圈？他要伪造他还活着吧？家住苏州姑苏区某小区的查某某杀害丈夫庞某某。藏尸家中冰柜超过15个月，我的个天，并使用庞某某手机和社交账号骗取公婆20万。18日晚，记者多方了解到涉事女子已自首，丈夫的朋友车先生表示，他看到死者社交账号近日还更新了朋友圈，应该有人使用庞某的账号在更新朋友圈。车先生介绍，庞某和查某某2020年结婚，两人育有一女。庞某是93年的，老家是安徽的。他曾经见过查某某，感觉他呀不爱说话。小区一名工作人员表示，查某某因家庭纠纷将庞某某杀害，他藏尸于冰柜。大概在2月底3月初这段时间，其家属发现后报警。啊，这个就是一边报警一边劝他自首，可能是留他一命。女子疑杀丈夫藏尸冰柜，门口已被警方贴上封条。看看评论呢，可能又是一堆男女的问题又搞上来，什么艳女啊，什么上野千鹤子这些个东西啊。啊，什么恐女症啊，恐男症啊，这些个乱七八糟的，是吧？把这些个傻瓜们全部都带入歧途啊！我觉得这里面最离奇的这个事儿是婆婆啊，还劝她自首，这个最离奇啊！或者是怎么说呢？你说温暖吧，又好像很难让人接受，是吧？你打开冰柜一看，儿子在冰柜里面，还劝儿媳妇：“哎，你自首吧！”天哪，哎呀！所以说，我们和别人结成伴侣，两个眼睛要放亮啊！嗨，天亮了，管他去吧，是吧？我说也没有用啊，是吧？这要看自我觉醒啊！所以小伙伴们就说：“哎，你绝地的绝，你觉醒去吧。”我和我孩子都恐怕都说不通这些个问题，只能靠自我的认识吧。谢谢大家，真的人生悲哀。